学，请看四圣地品临次十诫最后一段上方正因世界苦灭圣地第五句看起，或名小。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，灭名小，小之则无内，不容一物也。这个是讲到自信，信没有大小，我们要用大小来看它，它没有内，没有外，小到无内，那就没有办法再小。清凉说不容一物，可是信德真正不可思议。我们才前面看到这小里头有大了，大中有小，我们没有疑问，它小中有大，那么大是不是一无呢？不是一无，本来无一无。那大里头有没有一无呢？大里头也没有一无。那这些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什么呢？是不是一物呢？从自性上来看，本来无一物。哦，这个话越说越不懂了。永嘉大师《正道歌》上说过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就性上来说呢，就是觉。梦里明明有，觉了之后没有，觉了之后知道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也没有。那这个梦境是到底怎么回事？佛说得好啊，梦境是妄想。你看看那个想上加个妄，就不是真的，绝对不是真有，确确实实事实真相是本来无有。清凉这里说的没错，不容有。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很好，本来无有，这个是自信的真相啊！这一桩事情确实很难懂啊！此地讲小讲大，都是灭地的名字啊，名称，如来
究竟古位所证的性体，性体不可得，不可思议。从体现相，叫唯心所现，那个相也不可得。啊，体不可得，相哪里会真有呢？所以这个相称为幻相。金刚经上讲得好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那么这个凡所有不但包括了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也包括了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有相啊，华藏世界有相啊，极乐世界有相啊，我们娑婆世界摆在面前有相啊。什么人能看出来呢？相即非相，非相即相。相是真如所起的作用，非相是真如的本体。性相是一不是二啊！啊，相没有大小，就是说明相是清净即灭。如果有大小，它就不是清净即灭了。这个境界很难讲，讲都很难，体会就更难了。为什么呢？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前面我们读过，微尘里面现世界，微尘没有放大，世界没有缩小。经上有说，普贤菩萨能如，能如微尘里面的世界，你就晓得世界无量无边了。那有多少微尘呢？又何况呢，这个东西重重无尽，微尘里面有世界，那个世界里头又有微尘，微尘里头又有世界。啊，这个道理不好懂啊。古时候清凉国师在宫廷里面说的这个境界，大家听得很茫然啊。贤首国师很聪明，请皇帝造一个八觉亭啊，那这个很简单，皇宫里头建个八觉亭，亭子造好了，请皇上按八面大镜子，啊，每一方放一张大镜子，八个镜子，八个镜子互相对照啊，
请皇上站在亭子当中。皇上亭子当中一站，哦，看到他这个身形无量无边。皇帝明白了，无量无边有没有呢？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，非有非无啊！你要觉，这个是自信其用。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你才能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显示出自信的无量的能，无量相好，无量智慧呀、啊，无一不无量，无一不圆满具足。那么学佛。没有别的，终极的目标无非是叫我们见性而已啊！见性就是此地修道正灭，佛用灭这个字来形容诸佛如来所证的究竟极果，再看下面这个名词和名大，清凉也有注解。大智则无碍呀、啊，法界性也。啊，在这个地方最重要，那就是说大说小，我们千万不要执着，千万不能分别。你要是分别，这个大小是对立了。执着有大有小，啊，大可以容小，小不能容大。你麻烦就来了，你不能了解真实意，啊，所以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教导我们读经、听教的态度。是立言说相，啊，立不执着，不执着不分别，啊，对于佛的言说，啊，没有分别执着，立名字相，名字是名词术语，大小这都是名词术语，啊，也不分别。这一些名词术语，不执着名词术语，立心原相，心原相不要去想它。为什么？它是虚妄的，名字性空啊。它在此地是表法的，你要从这个里头体会它的真实意。开经记上讲的。愿解如来真实意，这个要紧啊！啊，真实意是什么呢？是自性全体大用，佛说法真正的目的在此地啊！啊，绝不是叫你分别名相啊，执着名相啊，那你就错了。只要你能够不执着言说，
看经不执着文字，不分别文字，啊，不执着名词术语，啊，也不用心意识，这个立心原相就是立心意识。心，我们讲落印象，不落印象。意是执着，啊，意是执着，心是分别。换一句话说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落印象。哦，这样子听经呢，这个心态听经呢，你就会开悟了。你能悟入，我们看华严，悟入华严境界，悟入诸佛境界，悟入化身菩萨境界。你这一入，你就是化身菩萨，你就是诸佛如来，转凡成圣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大讲小都是自信的代名词。啊，大不是大小的大，小不是大小的小，这个妙了，所以你不能执着它。它不是相对的，它是独立的，它是绝对的。啊，说明自信没有大小。啊，从不容易物质上的，你可以说它是小。从无外找不到边际，啊，没有外，你可以说它是大，都是形容词。啊，所以大的意思没边际，小的这个意思小而无内。现在科学家用加速度的方法来分析物质，啊，把物质分割到最小的分子，哎，分子还有内，啊，再把它分析呢，分析成原子，原子还有内。啊，它有原子核，有围绕着它的电子。啊，再给它分析的时候，再分析成粒子，粒子还有内。啊，分到无内，无内就没有了。只要有，就有内。你们诸位想想，对不对呢？分到最后是自信啊，没有内呀。啊，有内是什么呢？有内是法相，无内是自信，是法性。有外是法相，无外是法性。啊，这个说法了，诸位也比较容易体会一些。我们凡夫之所以不能见性，都在妄想分别之中啊。我们的亏啊，吃亏呀，就在这些地方啊。这是一个
概念上的问题。这些概念有时候它有作用，能够什么帮助对话，帮助教学，它是工具，它是手段，它不是目的啊，这个要懂得。所以佛法里头常用啊，只要你不执着不分别，意思你就明白了。这个意思说不出来 要是能说得出来，就不叫做言语道断心性出灭了吧。说不出来也不能用思维想象，它确实存在，它永恒不变，它不会随一切有为法，因为有为法有生有灭，它不生不灭，它跟有为法融合在一体啊，虽然是一体，一个有生灭，一个不生灭，不可思议。那我们在凡夫地一般人称为灵性啊，这个名词实在讲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解读啊。简而言之，是我们凡夫一般俗人的见解啊，这个灵性是灵魂呢、把它解释这个人有生死灵魂还不生死，灵魂就是投胎去了，这是最浅的解说啊。最极深处的解说呢，那这是华严经上的，这是不思议心体形象信用，自信的体相用啊。经题上讲的大方广啊，我们说说有体有相有用，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是一二三三而已，没有先后，没有起灭啊，这是真的。那我们看到所有现象的变化是不是起灭的？不是。性体性相这个性德确实没有起灭啊，所有一切万象这个生灭的现象，那是由众生心起来的，所以说一切法因想而生啊，这个就是为识所变啊，识是妄想，是错觉，不是真实啊。一切法从心想，这个心想是识妄想，那么想的这个幻象，千变万化的幻象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幻象，
梦幻泡影啊，哪里是真的呢？啊，那么这个事实，化身菩萨见到了，化身菩萨明白了，化身菩萨的心清净。你说他为什么清净？他在一切万象当中，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没有无明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无明，它的相是动的，啊，妄是动的，真不动。啊，没有起心动念。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的心跟宇宙、跟大自然融合成一体，那什么呢？哎，就是法性嘛！啊，心就是法性，变法界，变虚空界，变一切万物。融成一体啊！啊，这都几时融的呢？给诸说，本来就融的。啊，人觉悟说，这法性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！豁然开悟啊！不是说悟的时候才融啊，不悟的时候没有融啊，不是啊。没有先后啊！那佛不得已跟你讲个，哎呀，无世界以来法而如是，这是佛不得已说的，说这么一句话。你要真正悟入呢，这句话是多话，废话。啊，凡夫的会废话很多，全是废话。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契入这个境界啊，入这个境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这叫一真，是得一万事毕啊。那么这两个字的意思，小而无内，大而无外，你要细细的去参究，也能悟入啊！这是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了。再看第七句，或名善尽啊，那这是。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纯善纯净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纯善纯净，也是不得已而说的一个名相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有个纯善，你就不善了；你要有个纯净啊，你已经不净了。前面不是讲了吗？小而无内，不容易无。怎么还有个纯善纯净呢？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呢？坛经里面所讲的本来无一物，哪来的净善？那才叫真正的纯净纯善啊！有纯净纯善已经不善了，我们要了解这个意思啊。
六根皆出六尘境界，一念不生，纯净纯善。凡夫成佛了，还有凡夫可转，还有佛可成，这个人依然是凡夫，不是佛。那真正成佛是什么样子呢？无佛无众生，心纯净纯善啊，没有佛也没众生，所有一切对立全没有了，没有大小，没有先后，没有来去，没有染净，没有净慧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是自信全体现前啊！你再看这个自信所现的相啊，这个相是唯心所现，心就是性啊，所现的相，相里面的时候绝对没有对立，绝对没有分别，绝对没有执着，纯净纯善呐！纯净遍法界虚空界，纯善遍法界虚空界，清净平等。没有一法是对立的。法界法而如是啊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九法界，觉悟一切众生，他自己住的境界就是一真，就是金山，永恒不变了。这个我们不好懂啊，我们换一句话说，他应化在九法界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，释迦牟尼佛如是啊。那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经说法49年，我们要问他有没有起心动念过，他没有。如果起心动念过，他是凡夫，他没有能力说出这么多经典。你看看全世界啊，世界上有历史以来哪一个人一生当中说这么多的东西留下来，谁有啊？为什么呢？心意识里面的东西是有限的，自信里面是无限的，它没有大小吗？诸佛菩萨应化是从自信里面自自然然流露的，没有止境啊，
其深无底，其广无边啊！啊，那么这些经文变成文字了，文字也是从自心流露出来，字字句句无量意啊，字字句句其深无底，其广无边呢。啊，经文里头一个字，我们讲一辈子，算你会讲，一天讲八个钟点，你讲一百年，讲不完呐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这些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吗？不是我们的境界。那现在我们是凡夫，一品烦恼都没断，我们要怎样学？啊，这两个字可以学，要学善，要学净。善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是心德。般若、解脱。信的本体是清净，学佛贵在随顺自性啊。大乘经上也常常讲法性，要懂得随顺法性，法性纯净纯善，啊，这个是自信本净，自信本善。这个净不是染净的净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啊，善恶两边都离了。然净两边也离了，这是自信本净本善呐。为正乃知，你要没有正德，你不知道；你正德的时候，你才知道。为正方知啊，我们今天举例这个正，实在讲太远太远了，这是事实啊。啊，佛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说，大乘菩萨五十一个阶级，我们现在连第一步都不能起入。第一步是初性位的菩萨，好比小学一年级，我们都没有份呐。这个地方讲的净善是如来果地，阶级来讲呢，在第五十二个阶级，妙觉位呀。
太高太高了。我们怎么学法呢？虽然没有正德，你看过佛经，佛经就是在最高地位啊，第52个位次妙觉位里面流出来的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自己的自信。所以随顺经论的教诲呀，就是随顺自信本净本善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。啊，这不是迷信啊。啊，不是哪个人的学说。释迦牟尼佛应化在这个世界，他的名号、他的色身都不可思议。你要问为什么？他是信德全体的显现，如果你修行正德心性啊，像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只要你真正正得明心见性，你的名字、你的色身也像诸佛如来一样不可思议。你能懂吗？那么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老实说，跟诸佛菩萨实现并没有两样。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是迷而不觉啊。这一迷可麻烦了，连带着邪而不正，然而不净，把自性所现的一真法界啊，我常讲扭曲了。它变形了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。妄想变的啊，佛在经上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呢。这个一切法是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我们现在落在这个地方啊。但是这一种扭曲是暂时的，不是永恒的。只要你一觉悟啊，立刻恢复正常。啊，不觉悟的时候你迷惑，觉悟的时候马上就恢复正常啊。张家大师从前用个比喻给我说，因为这个事情很难懂。啊，他用什么比喻呢？在那个时代，这电子东西还没有啊，台湾还没有啊。
52年前呢，没有电子这个东西啊。客厅里面挂的钟，还是用钟摆，这一秒一秒滴答滴答在那里摆，用发条，两根发条，一根发条是管指针的，一根发条是转音响的，几点钟它会敲几下。他就用这个发条来做比喻。他说：“你看到发条吗？”我说：“我知道，发条我知道。”发条本来是平的，把它卷起来的时候，他把这个扭曲了，原来是平的。平呢，比喻佛菩萨。比喻佛，凡夫呢卷起来了，卷得愈紧，这十法界位次就越低啊！卷得最紧的地狱道，其次的恶鬼道，再其次的畜生道。再其次的人道天道，声闻缘觉菩萨，菩萨差不多快要平了，可是你放手的时候呢，他两面还翘起来，放平之后完全不会翘起来，这就像是佛，他用这个方法来比喻给我讲解，我能体会。法性是平等的，是平的，加一点点思想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加一点心想，嘿，它就变形了，它就卷起来了。你的妄想越多，卷得越厉害，就这么回事情。所以，只要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打掉了。他马上就恢复平静，那个平是他的真相，卷起来是他扭曲的相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扭曲了，什么力量把他搞扭曲了呢？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只要你把心想止住断掉，法性就现前了，真性就现前了，善境就现前了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，那么晓得善根净是心德，现在佛在经教里教给我们什么是善呢？佛讲了十条，这个十条是基础，这个十条是大纲。不杀生，不杀生这个意思非常之广，它引申的意思，这一句里头的意思无量无边，深广无尽。你有一念，你有一言一句话，你有一个动作，妨害别人呢，都皆归在这个罪里头，这最轻的，这个罪不重，都在这个杀生这里面结罪，所以大乘经教里面佛常讲，菩萨所在之处
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绝对不会说令一切众生生烦恼啊，没这个道理啊。菩萨所在之处，决定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啊，所以佛菩萨值得人尊敬，值得人称赞、奉祀供养，道理在此地啊！啊，那是个善人呐、啊，那是个清净的人啊！不受染污就是净，远离十恶就是善。这两句话我们总是要牢牢记住啊。那么什么叫不受染污啊？什么东西染污？烦恼习气染污啊。我们六根接触六尘，不生烦恼，烦恼是贪嗔痴慢的、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啊，这是见烦恼。四烦恼：贪嗔痴慢疑恶见啊。那么这是这样，把烦恼归纳为十大类，好说话吗？无量无边烦恼的人不出这十大类。无量无边的恶法不出十恶，无量无边的善法不出十善。总纲领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与十善相应，与十恶决定不相应。这是你开始学佛了，学佛学觉悟啊，学做一个明白人呐、啊。我们用这个方这个言语对初学的人介绍佛法的人家容易接受，因为你学佛，嗨，这是宗教，我不相信宗教啊。我把学佛这两个字用现代的话解释出来，学究学做明白人，这个好懂。哎，他听到这个，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我应当来听听，来学学。你看那个言语稍微变一变，他就来了嘛。那还是佛法吗？一点也没改变吗？啊，只是把佛法用现代化说出来就是了，现代人就接受了。你用从前人那种说法，现在人不接受啊！啊，佛法不能够推广，佛法不能够普及，很多众生不愿意接受，谁的过失啊？哎呀，众生没有善根，错了，他真有善根。啊，是我们自己弘法的人把方法搞错了。啊。把言说说法搞错了啊。什么是菩萨？觉有情叫菩萨吗？我们都是有情众生吗？觉悟了，哎，不迷了，哎，这个人就是菩萨吗？大觉了，
彻底觉悟了，那这个人就复相，就叫他做佛嘛。我们不说佛，我们不讲菩萨，我们单单讲觉悟，单单讲明了，对于宇宙万有的真相彻底明了，我们要不要学啊？我们明了不够彻底，要向彻底这个路上走啊。那么这是纯净纯善啊，我们一生以这个为目标，以这个为方向，学做明白人，学做觉悟的人。先觉觉后觉，先知觉后知，这个大家都会举双手赞成，不会反对呀。言辞上稍微变通变通啊，哦，就跟如来注释普度众生没两样。现在时间到了。